90岁上西藏，你是第一人呐，中国都是第一人呐。我现在在石家庄的正定服务区啊，是老人家。然后我就遇到了一对也是这个母女啊，自驾旅行的。你看，我带我妈过来了，你看。九十了，准备上西藏。对，我给你点个赞，太厉害了，我得握握手。哎呀妈呀，这也是娘俩啊，这也是这我得叫姨，叫大姨，也是属于大林的老乡，辽宁沈阳的啊，我是辽宁抚顺的。90岁上西藏，你是第一人呐，中国都是第一人呐。我就西藏没去，我就觉得挺遗憾的。然后他俩也是开这个床车啊。最早的时候，大林也是开床车进西藏。我们家咋睡觉？就在躺的，睡通的里边。啊，里边是通的，后排座椅一放。对呀。啊，能伸开腿。完，娘俩就搁那住呗，是不？睡得劲不？搁这。得劲。舒服是不？嗯。反正就跟姑娘在一起，到哪都得劲，是不？就爱走啊，不搁家待着。就爱溜达。想这耳朵一瞅就。只要搁家了哈，我就闹的，出来就不闹了。不是，我这我上西藏的时候。最多一次看到76的上西藏，你90你的全中国第一。我跟这个阿姨的心都是一样的，即使66岁了，也要带着90岁的妈妈自驾环游中国去西藏，此生不要老人家留下遗憾。这个医务氧气必须得带，带着那带啊，必须的。你要是说哎进西藏脑袋头疼了，或哪周不舒服了。2年前我开高尔夫床车的时候，走过滇藏线、川藏线、青藏线，还有新藏线。这个孝顺的阿姨和90岁高龄的姥姥没有进过西藏，所以我必须要分享给他们一些进藏经验。我这西藏全进过了，走遍了，就阿里啊、大环线啊，西藏全没有，我就出来3年多了，对西藏也特别了解。如果说啊，在这种情况下高反，喝完葡萄糖了，打完氧还不减轻的情况下，必须要下来了。那就一下。再你们慢慢走啊，大爷。嗯，慢慢走，就是一天啊，100公里、80公里，让你的身体逐渐的适应高原的反应。这个阿姨对妈妈的身体状况还是很有信心的。岁数都大，她不见得有我妈身体好呢。你看我妈岁数大。我这体格，你这。真的太厉害了！我要不去，是不是觉得妈妈此生遗憾？真的，此生遗憾。妈妈上去，他到前面不行，我就领他回来了。哎呀妈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对，真大姨，你就给点赞。有反应就不去了，就不是有反应啊，你就往低海拔走，适应了再上去。如果要适应不了的，你就哎就不能进了，知道吧？不能，其实进到高反还是有危险的，对，还是有危险的。买用医用氧，买个10个8个的，马上不得劲，你也是，马上不得劲，马上就得吸。我觉得我上青海湖还有点反应。你青海湖那边海拔还低呢，青海湖稍微有点，但是可能海拔要高。你西藏，你往那个康定新都桥那边走，你过翻第一个山是那哪？翻第一个山东南山崖口。嗯。第一个东南山崖口海拔5150，已经很高了那个海拔，但是到那个崖口下去海拔就下来了。就一走一过。对，一走一过，但是你往上走的过程当中，第一车的动力会减少。第二个吧，就是你的身体会极限的适应到海拔那种情况，如果不舒服，赶紧往下走，别往上走了。别往上走啊！这都是给你们经验，因为我西藏我去的太多了。他说有事儿往上走。对，就是其实高反是很严重的，尤其如果在西藏要感冒，在高反容易发生肺气肿，那就完了，那就很危险了。尤其是奶奶这么大年纪了，对，你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真的。我自己在阿里。无人区那边就南线北线出线，我自己一个人我一待4个月，那是我第二年出去旅行的时候。但是人就去完以后还想去那地方。对，西藏就是永远都是眼睛在天堂，身体在地狱，真的太美了。但是就是环境特别艰苦，环境不行。道好走吗？那五个哥？你们应该是没问题，这个车走318没问题。318。但是我还是，哎呀，我这手都端累了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啊，就是进入以后那个雨季的时候，现在往那边进还不是雨季。对呀，他开车的时候吧，95%以上都是这个柏油路面，就318。但是会发生什么样的突发事件，我也给你讲一下啊。这个突发事件呢，就是说白了，就是有这个泥石流塌方，马上就下雨了，完了泥石流的塌方了，一塌方的情况下路就堵了。遇过吗？遇到过。我遇到过。但那时候要高反的话，你就回。那就很危险了，但是你车上一定要备氧嘛，备补给，你至少进西藏以后要补给3天，
就三天的口粮你要带着。对，啊，要如果说啊，咱不希望遇见，但如果说要遇见的情况下，就必须得有吃的，要没有水啊，吃的都得准备好。三天走不了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离大车远一点，因为进藏有很多大货车，啊，离他们远点，他们一旦爆胎，对俺们小车这个安全也是一种隐患。再一个，要过这种石子路面的时候，就是有这个石头滑落的呀，要快速通过，不要逗留。如果那个石头从山顶滚下来，咕隆，那个车给砸了，这种事情全部都可以发生过，啊，都有发生过。但是呢，咱不一定能遇见。但这种情况，我得跟大家说一声，对，嗯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都想挑战你。对，但是你我太佩服你了，奶奶。挑战心理极限的。你看他俩这个，也是个啊，三厢的小轿车，上面在行李箱放点行李呗。缘分让我们在服务区相识，也是领着妈妈在路上旅行。一个跟我妈妈年纪相仿的阿姨，带着90岁高龄的姥姥，这是怎样的一种勇气？不管我们年纪有多大，只要有妈妈在，我们永远都是孩子。哎呦，我真的，我就感觉太佩服了，90岁上西藏这种勇气啊！所以还是那句话，妈，来，妈，来来来，你过来来，我告诉你，到西藏啊，到西藏没有怂车，只有怂人，然后什么车都能去，多大年龄都敢挑战，这就是人生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车小就都上。对，这就是人生，勇于挑战自己，不留遗憾啊，先生。我带我妈出来，其实也是不留遗憾。